这么厉害，惊了东罗，阿庆来也来了。禁军的号角，雪崩，你糊涂啊！天斗地国，你们也有今天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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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敌袭，请魏军保护陛下。 是武环帝国武功吗？亡灵斗罗。哎呀，失误了！我的箭矢虽然无声无形，但那条大蛇好像对空气的震动特别敏感。是，公明，不可偿还。请你先前往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诺斯。 第八魂技，好强的压迫感！怎么回事？止境！危险！注意地下！ 是逃生的好机会！快扶陛下撤退！有如此恐怖的实力，居然是个小孩子。陛下不要被武功夫的外表所误导。陛下的实际年龄已有90多岁。老夫先让你们跑一会儿。快快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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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
小五，千军降魔斗罗凭借的是他们身后的魂力底蕴，但小三占据了魂环等级和魂骨优势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，我们必须尽快突围，然后护送大军撤退，让小三专心应战。好，我有办法突围。敌人数量更多，且实力不敌，小三给的暗器正是扭转局面的关键。三座桥，我们六人兵分三路，我和小二从主桥走，小五和胖子一组，吴群和蓉蓉一组从侧桥出城，大家小心。好。陛下，这是一场武魂帝国针对你的计划，围困小三，牵制剑齿斗罗，刻意避开史莱克六怪，当务之急是你先撤退。猎人游戏开始了。这个计划周密而精准，威胁性极大，看来在这几个已经浮出水面的共谋背后还有高人坐镇指挥。严阵，陛下快走，老臣来大后，让你见识一下帝国入室的实力，一发魂技雅士之怒。区区一个魂斗罗，不服两立。光灵斗罗，老夫陪你过两招。
王全线失守，眼下天斗大军撤退艰难，雪崩更是命悬一线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方将会全军覆没。想办法解决掉这两个攻防。降魔千军，你二人此次务必击杀唐三，否则别再回长老殿。唐三，你的确是一个强者，可惜你必须死。魂骨技能接连用出，其爆发力确实足够，但同时他的魂力也势必会耗尽。好强悍的十万年魂骨技能，很好，已经很久没有人能伤到我了。千军降魔，好一个暴雨梨花阵。
魂利益所剩无几，对方还有数名巅峰级别的封号斗罗，如果能够除掉两个供奉之一，一定能震慑住武魂帝国的士兵，令其不敢再阻挠我方大军撤退。该结束了。你敢？好天分吗？你又是那个人？
天都出山了。生了我儿子。